骨锅，用这个排骨做个锅底，试一下。多放点汤，在锅底，等一下怕汤不够。把这个炖掉，我们先洗点配菜。现在都准备好了，等螃蟹回来用那个切姜的机器切几斤五花肉就可以开吃了。终于把螃蟹盼回来了，把这个修一下洗一下，来切五花肉。这个肉就切了哈，想吃那个五花肉，就冰冻了这个切。你看这个肉，肥肉也肥肉也可以吃哈。嗯。啊。终于可以吃饭了，7点多了，回来太晚了。先吃点没有辣椒的，等下我们放辣椒的。快点吃，那就是吃货的鼻子，看见没？一块冰冻的三斤肉，把它切成薄薄的片，就可以烫火锅。好了，放辣椒了，放，哇，你放辣椒哦，又不会辣，麻辣这样吃，放，烫吧，过来。好久没有吃火锅了啊！嗯，好吃吗？嗯，只要是你先吃一点东西。什么？只要你们听话，我就会想做好吃的给你们吃。连连三个把我气得烂死，我才不做。嗯，天天就是喝粥。嗯，还少了一点东西。我再说什么？没有，他给你少喝。你呀？对。喝啤酒。不能吗？五花肉搞你头。就这个肥肉，你吃了下。肥肉薄又不肥。啊，火锅还是家里吃的是肥肉。这些肉几斤呢？30斤。多少钱？19块钱一斤。69块钱。那就小店买，专门橛子，要10几块钱。这一碟子啊，多少钱？100来块钱，你就别想吃。来，喝酒来。放牛辛苦了，放牛吧，今天忙忙得这么晚。放牛，今天放牛，放的老虎。这要吃辣椒的都要放点在碗里面，我也来一点。你就不要了，要一点点，不然没味道。来，我也来一坨，够了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可以吃了吧？煮了这么久哎。可以。煮了好久了。我也。可以吃肉肉了，你们，谁的吃肉都有，好吃吗？嗯，还是好吃。这哪是秋天的天气啊？这个吃的都快脱衣服了，现在我也走了，干个杯。39度高温，吃着火锅，冒着大汗，回来了啊！我还以前回来了，这些王八，我们还在吃。方便，你们要不要再吃一点？不吃，不吃啊！方便。啊？啊？啊？说啥？没事。一仔，一仔，来，哎呦。坐，现在坐。哇，有吃的就开始坐是吧？把头伸过来。来两包。你买鸡翅吗？一人买一块哈，买多了再多打。能不能买2块？1块都没得买，2块。那你买个东西还买吃的是吧？我罢工。回去买。
一人1块钱，快去，出去车子哈，买完赶紧回家，快去。